冲天，哎呦，咱一句话伫咧讲讲，查甫人哦，四十岁剩一支嘴，啊，表示讲干那嘴笑夹夹，啊，剩的拢白了了。啊，点将吼一个新的年的开始，要甲大家奉劝一句，就讲，咱千万卖对爱练嘴皮，来练身体较重要。那讲要练身体，来甲咱介绍一位真厉害的医生，那来介绍咱上界出名的高大成高医师。哎，高医师你好。那收到啊！啊，你敢不是法医？敢不是？你敢不是？不呀不呀，我咧看活人啦，啊，无法医是咧看死人的。我今仔拢装活人咧，我想今仔你要看的是倒咧，我是徛咧，我徛咧，我哪有咧看得到啦？你即马讲是家庭医师哟、喔。对对对。不要，安尼好，今仔到底要看的是啥物患者？马上来甲咱介绍，首先来甲咱介绍，无不会安内喂。哎、欸，啊，是安怎人奈拢无来？去哪里啊？啊，真好打嘿！哎、欸，可能患者要看医生，是咱在外口排队排几排，啊，用叫号码叫到，赶紧入来，互人看了了，就搁摕钱予人安尼。啊，今仔日的患者竟然大家这大排，较打无半人来，我起来看到底是咧创啥？喂，哎呦，啊，你哪有你这么容易啊呢？哎呦，算不袂等哦。要验尿，验尿哦，哦，原来是要放尿，我叫叫，若要验尿，即马尿疗法一只淋淋的得啊。验尿要放尿就对了，对，放尿即步骤啊，伫厝安尼一直紧，拢唔敢放，惊放无。我知咱明仔要检查身体，就是要让咱高医师来甲咱验尿。是，啊，既然呢，够中杯啊无一个，无一杯啊。我嘛加减放尿一个啦，惊哦，啊，而且排队内底有人个哦，在西菜头吼，里面偌久啊呢？咱足久。伊是查甫，咱是要去查某遐尔，才咧排队行啦。就先来放，先来放。来，啊，小爱，小爱，小小小来。我跟你讲真的吼，即马摕咧手的小小，感觉足像地米地，茶米茶。我想足一人尿疗法，怎么会喝得下去？你拄食的吼，跟哪吃哪亲热。真的。我甲你讲吼，那咱这四个老家伙的尿吼，真正吼香到会惊死人。而且我跟你讲，为什么颜色会不一样？来，咱这几杯甲看下面。来来来来，我的最干净的就是高粱酒。为什么这杯是安尼，敢那白水嘞，再敢那秘鲁，再秘鲁？啊，我这杯小林嘞，啊，这杯叫做泡的维他命 C。啊是啊，那人家从那黄嘞，嗯，这杯敢那较正常。你这应该是吼，熟茶套青茶。哎，我啊，我这绿茶，嘿，不是。我感觉，我感觉是跟咱食素的、食草的。哎，比如讲，你食到迄个，你着食到咯，哎，梅肉还是食到苹果，甲去食麻油鸡，放出来会无同款？会无同款？会无同款？以前，嗯，咱先讲以前试干物，咱拢卖有知。菜头咧，菜头。是咧放，你是伊是怎放的？放那个糊泥，我来讲。菜头，哎，恁啥人家入去看？慢慢歹势啦，你甲弄文叫家己入来好啦。哎呀，查甫的呢，查甫的。菜头哥哥，菜头，菜头，进来。闲啊，我怎样？哎呀！我才不相信你有放一杯。好心人做，到你这么急。我站，我通过，我甲金牛金马子，那干哪来啦？菜头一杯不是啦，是啊，但是早年来创啥，目睭精精。有，嗯，哎，恁的先安尼哦，我先来用一杯出来，我唔敢喷出，我喷出来恁会惊。你啊，你的颜色你再看，你再看。我讲伊的一定较高粱的色，唔知嘛，小英的色。你是叫什么色？哇，你嘛是哎，他比我还红哎。对哇。啊，你放来转火，安尼我来讲。你也火气大。各位朋友啊，阮大家的命拢搭在上下骹。啊，咱较等下要予医生看，咱莫旁入去，安尼伊就知啊。咱大家手手握咧，对，吼，好，啊，咱哪想要入来，啊，一人换一杯，啊，你叫啥？今天的来宾们准备自己的尿液，并不是要介绍尿疗法，而是要借由验尿来做个身体检查。观众朋友啊，想知道来宾有哪些不可告人的隐疾，想要了解自己的尿液刚好进胸，一起看下去。好，现在要开始，请高医师来给咱精短一点，来，来。哎，我看这个味道了。哇！高医师，你怎么敢？你在刚轮用安尼骗的哦？
糖口哦，那如果有糖尿病，你一闻到糖口的味道。哦，安尼哦。哎，你平日有尝到糖口的味道？糖尿病有糖口的味道。你就尝到糖口味道。啊，讲什么病什么味道？啊，你哪一个肝病的人哈，他就会阿摩尼亚的味道很重。哦。肝病为什么有阿摩尼亚味道？也放一挂氨出来嘛。哎呦。所以你平日有吃过？啊，够什么味？够什么罐？啊，其他就是看这颜色啦。颜色哦。啊，咱中医有人讲哦，放了不破坏，嘿，像这有泡沫的，啊，会无泡沫？讲有泡沫是白，那是无影。无影哦。表示只是表示说你可能里面有一点杂质啊，像我昨有做癌，无做癌啊放出来。哦，我讲平时平袂出来，但是阮做落去时哦，内底有一挂蛋白。哦。啊，有人唔知想，哎呀，这人有几杯，结果唔是。唔是啊。早午合食。我选择我。午好食才有蛋白，啊，无好食拢无蛋白。没，因为伊留伫个，伊抓出来个，带黏伫个壁壁。可怜哦，哎，安尼阿红啊，咱两个永远拢无蛋白，这个嘛无蛋白，其他拢在大料。这恁三个，咱三个哦，那三人检查有蛋白，迄种机会。好对呀，我就是要问这。我无问题哦，我也是应当的，我就是咧应当的。那这两个就是偷客去。啊，无咱先去。啊，等下啊，这白干的这是安怎？哎呀，这可能水啉足多啦。水啉足多。啊，已经办过两届。啊，是无咧啉茶米茶仔。对，也会啊，但是。最可是那水喝很多，水啉足侪人诶。啊这红干的这些。啊，这就是浓度比较高嘛，就是讲表示几啊干无。几枚无办。几枚拢无给办。哦。几啊点钟啊？啊，今嘛提一罐要怎？果然，每位来宾尿液的颜色与气味拢无相共，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现在高医师更将进一步利用试纸检验，到底尿液的主人身体状况是否健康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瞧瞧吧。这个哦，这其实这个想，这个应该连明月对不？连明月小姐，哎呦，连明月小姐，你是吃啥？吃个红安黄皮皮？因为哦，我吃迄个做 L 先生讲的迄款维他命，维他命啊。嘿，啊，我迄是唔是规粒的吼，干那规块安尼开起来吃，我吃一块尔呢。啊，你看人家吃一撮，你看用汤下。尿液，这是会不会改变尿液？是这个。会改变颜色，但是不会说因为这样有病的。但是我的意思说，会不会他原来有病？哎，你们吃这变黄，其实看不到。哦，不会，不可能。没病的是没病，因为这来对冰箱严重。就是我。看他后来。他只是脑的问题啊，跟你今麦验的无关系，所以他出那一规组拢好势好势就对了哈。这个无问题啊，今麦第二个，这个无问题。第二个，啊今麦第二个哈，第二个。哎呀，这个是我。有病就是我啦。啊，真的假的？我讲你可能过劳。过劳哈，嗯，啊这个怎么办呢？这种的哈，有一种是真的，我的也最红哎，我就真的一拿出来，我敢那跟这个上白的这个比起来，我哎呦，这敢真正是人哟，那好安尼。哦，这白哦，这样子。运动，嘿，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哦，嘿，有啊，检查一下，应该是袂安怎啦。我想我有时候也会，因为我可能有遗传，对不对？嗯。因为我妈妈的肾脏不好，我妈妈两粒有寄存一粒尔。哦。啊，我有时候哦，就像我等在读空大迄阵吼，很劳累，无啥困的时阵，脚就会肿起来。哦。嘿，所以应该肾脏。啊，你若感觉讲吼，你。膀胱也不好哦，对，因为我看你大家去放尿，拢在隔壁位，我好羡慕，你那查下一下，我也无声呢，我无声。哦，你这样有关系，无关系，压缩的关系呢，还较无关系，膀胱压缩的关系。我来看怎么做爱的，就是讲，无关的哦，就把一些蛋白弄掉了，哎呀，无法度。但是你那阵有感觉讲哦，你做工课了会足够疲劳的时候。表示这个蛋白质已经有，然后现在就是肾脏不好，哎，的血糖那个，血糖没问题，血糖没问题，加血糖没人问题。至少两项吼，派一项尔，较无要紧啦。好，今晚我第三个，这个你讲还算健康的，对，这个还算健康，还算健康，这个项。B B 啊 ，B B 啦，哦，这太给吹干那个不健康没嘛，不爱行了，你哦，这里还算健康，有送。可是，无你讲有送噶无送？其实我都要看到你讲迄杯你的哈，其实我感觉就一个足恐怖的现象是安那，伊一困都无够眠啊，你当然嘛影响。那他比方说，哎，不过无够眠应该是肝脏吧？怎么会跟肾脏有关系？肾脏也会，它会造成排毒啊。肾跟肝其实都是一样，睡很少，睡很少。肾跟肝哦都是一样，肝肾嘛。对对吼，你也看好。节目减接贵，安尼吼，卖接很济啦。从不来接头啦。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对啦，我见我一直来。啊，今嘛这个吼，这个没办法。这个上届全世界上健康的，这个叫啥？高玉山。
哎、欸，哪有人流这色的？没捌看过人流这色。这啦，这啦去验吼，你若去迄个感觉去验的，提安尼出来吼，伊讲你啉透水的。哎、欸，啊，为什么？为什么也是这色？不，伊水啉较侪啦。我早上起来，我早上起来一个正常都一点五百 CC 的水，他可能已经小便两三次了啦。啊，还有伊拢啉，你啉白水还是啉茶米茶？白滚水。啊，我拢啉茶米茶有关的。那是无要紧。我是早上起来一点五百，啊，有当下盖十二点以前，我那一瓶啉一千多以上。啊，今天假熟的呢。但是你要喝温的，不要喝冷的。我喝温的，泡茶不要喝冷的，不要喝冷的，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个冷的会造成胃的收缩哈，对，一个胸会痉挛嘿。哦、对，看不了。冷的还要不要冰的就好？对，不要冰的哈、哦。冷的还好，不要冰的。啊，搁加熟那有关系？安尼哦，加熟啦。啊，今天我那算健康诶。今晚啊，今晚存一杯就厉害啊。我也健康啊。啊，但为什么有泡泡？那为什么有泡泡？有泡泡是因为那个压力的关系啦，啊，内底可能有一点仔杂质啊。哦，不是白心啦。不是，你若讲白心，我嘛要信。没有冰冰，冰冰。再头一杯一定有泡泡啊！哎、欸，为什么？那女生是哭安尼吃嘛，伊是徛安尼放啊，你迄压力也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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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差啦！哎、欸，也很厉害，阮哭都接袂准啊，你徛安那接袂准。啊，准啊！哎，啥物都准。才不是嘞，伊直接倒掉的，当你嘛。无，不是袂啊，查甫人哪有空拢是准哦。哦，所以即马初步安尼看起来，上届分数上低上歹，就是叫做我白冰冰。上届好的到底多少？上好的多少？无你可能爱检查，剩的拢还好嘛，都可以啊。啊，第一名唔就即个上白即个。嘛袂当安尼讲啦，袂使安尼讲。对啦。啊，剩的拢真好啦。没有啦。有时候你太白吼，有时候也有一种病叫做那个多尿症吼。叫他唔好，一棒一棒上正，无咧，我暗时啊，你是咩啦？我一暗到天光放两摆尔，安尼还算正常。还可以，还可以。啊，你咧，你一暗几摆？我暗，哦，我足够放油的，几摆？一暗才放两摆嘛，才两摆一摆。那也还好啊，你那有足够放油？哦，我若拍一个麻将，特冲爱去放油，放白天用掉。白天还好，对啊，还有哦，还有一种状况，就讲真正要叫咱验尿时，紧张甲放袂出来。嘿，啊，还有一种状况，我以前。你比较不会吧？我女孩会啊，像我以前哦，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已经要植入了哦，已经要上床了，如果紧张的时候，等一下我要去尿尿，刚尿完，我还要再去尿尿，紧张会一想想尿，对对，因为啊，今晚想要验尿放无尿，会这样子啊，收缩，你跟人我安尼啦，紧张会对，哦，紧张也会了，啊，这拢无问题啦，好啦，恭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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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跟我讲，我跟我讲，我无破病，我出去。没有啦，你要多休息啦。多休息就好啊啦。要不按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好。啊，不是今仔，不是干那验安尼尔。目前为止吼，我先吼退一分，稍等下再看什么人较厉害好。我要来验啥？我来验视力测验。狼拿捞，把酒得变卖，所以眼睛的保健就特别重要。现场的来宾到底哪一位的把酒熊来？又有谁会有老花眼呢？节目现场，我们将利用视力检查表，好好的测验这些来宾的视力。好来，看多机了都机。哎呀，好心你做工啦！你现在就不要洗了。对。两只大只的拢对，上细只都唔对，这顶头你讲安尼个，啊，同款六十分，谢谢谢谢，来，哇，那个林明月，好，顶头会使变叫啊，来来来，啊，林明月哈，好，一百七，好啦好啦，哎。你这就是搞在天桥，看那是安尼哦。哎，过来，哎，哎，哎，准啊！突然间讲到某边。四题错一题啊！你吼，我那差不多算你七十分的，马上袂歹。嗯，哎，结果吼，结果是你的视力较好。你讲要气我，我免气，因为我真的背起来。哦，别讲啦，你我是真的背起来了啦。啊！你们种下，再种尖仔。阿妹，阿妹。哎，我哎，我袂记，我是背起来，我无记住，所以袂记。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看我哪一个视力比较好。
哎、欸，我不知道，你给我砸个。好，预备，好了，来，预备，去。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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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算不错啦、啊、但是我也真的背得起来、欸、我是真的背的、啊、我也看得到但也背得起来了哎呀哈啊大概这么呢呵啊你都知道哎、欸、我一百分那两个不想到一百分那两个不想到啦够了不用看到啦啊那一百分啊够上面躺测验呢我来测几下哈老人痴呆症讲伊一寡钱，拢互阮大姊甲头领了了，啊，结果无无影啦，那后面啊，你讲啥？哎呦，你当中老人痴呆症。老年痴呆症是每一个有年岁人最欢乐的事情。节目中，我们将利用一个小小的检验，好好的替这些来宾做诊断。受测者必须在英文字母 O 的字行里找出 Z， 数字九找出六，英文字母 M 找出 N。观众朋友，一起来试试看哦。哦，这不知道在摸啥呢？你来看，这有一张纸哈。嘿，看起来拢种硬壳啊哦，那一定好像找出 C， 看 C 那个开口在哪里。但这不是测视力哦，是测老人痴呆。啊，像这样找出六，看起来拢高，啊，但六到底在哪里？然后这个找出 N， 因为看起来都是 M， 都是 M， 那 N 到底在哪里？我就问老师，嘿，什么意思？我讲没有。我的 email 我来这个高医师讲一下，那有一次我大概在用啦，被讲讲完了，被传 email 哦，被传 email 哦，伊讲啊，小等下，啊不紧出门哦，等下我等一下 email 就好啊啦，伊讲 email 是向内才大呀，等下贵呀。那个我你讲 M 哦 ，M 就是敢那麦当劳迄个一个一个 M 我捌啦，啊 N 是啊 N 啊 N 啊 N 就欠好掉咧啦，欠一环一个倒落来，欠一上欠一徛迄个。安尼我知你捌讲好，人捌我才甲教英文，我做老。来来，你唱个英文歌，预备。来啦，卖搁唱啊，唱个亢奋一下。好啦好啦，你学徛咯，学徛来唱较暖一下啦。我你不能够新的音乐吗？卖搁唱啥？唱全力全力全力哦你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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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无你闪着就过啊，你都唔知道。哦，安尼吼，啊，所以跟视力无关，所以阮会使挂老，可以挂老花眼镜啊。可以，当然可以。可以挂老花眼镜，来，有人扎，无人扎，你扎不？我无扎啦。啊，这，无你会照伊啊，你会照伊啊。我会照你啊。你先看，我才一百。啊，我三百嘞，那。啊，三百唔免挂啦，三百甲青梅有啥物两样？就是嘞，我就讲，我视力上深的挂到上深的是几多啦？上深有啊，几千多嘛，拢有啊。几千多啊，对啊，我几千多啊。三百一般是坐位人，是较重啊，较重啊，有较重啊。你算较重，因为人阮老爸哦，阮老爸到死为止，唔捌挂过目镜。对啊。嘿，所以阮爱挂目镜，已经算足老亏啊呢。来来来，一人因为吼，我跟你讲，他开口的地方都不一样。啊，所以哦，每一张是无同款的。啊，无挂目镜是咩样？啊，你较等下甲照你啊，你照看相会较重啦。好，无得个高医师家己嘛爱试一张。好啊。诶，有够无？我看啊，有。无得个你家己嘛爱试一张。啊，你有照目镜来无？我唔免。伊就早起倒来，伊那落来。你莫来呗，你有这个网络引出来。好，来来来，我你无讲吗？各位朋友啊，假如大家测出来拢无问题，高医师自己。哎，就好笑了。我嘛要来试试。哎，阮的老花眼，我高志仁，有水无？啊，好可爱哦，嘿呀，这人上完呢，日本的呢，哦，高志仁，高医师，你讲打电话无讲吗？啊，你也睡出来啊？伊知影你倒吧？无啦，我今打电话无讲。啊，你第一名，你一定知影你倒的。
来了，我们几个人来比赛，预备起。这有技巧啦，啊，这个有技巧啦，有技巧哦。等等，等下，要死，也不看。啊，我看你会几刀啦？我的200几，我的好才少你一个。好啦，等下。我真正无看的呢，我先找别位。不行，一抓是一只尔呀，一只尔要找一只尔。你袂使偷看我的哦，好快。无啦，你若无讲话呀。哎，我真正找拢无呢。啊，真是啊，我老人痴呆啊，有我找到。耶耶。N。恁在找哦，一定爱伫后壁找倒起来啊。后壁找。一定拢放伫后壁较济啦，袂放伫头前。是安尼哦。因为你头前看花甲，花甲尾仔都还袂记啊。所以想要是两边看，啊，搁一项就是，啊，我找到，哎，你夹这招袂歹，对啊，你夹这招袂歹。啊 ，N 哦，你着找安怎，你知？因为尾拢无平长嘛，迄个 N 脚较短嘛，所以找较短一排就对啊。哦。那是找是。你安尼夹，大家拢袂老人痴呆啊嘛。哦，你看这短一个上短有无？拢足长的啊。无，有一个，有啥？有较早，有较早。哎对，你用这个。啊，剩的啊，剩的敢有较短？剩的无较短嘛？有较短，有较短。白条嘛，拢剩的无，剩的无，剩的无。剩的无。你有甲死无？有哦，伫遐嘛，一定伫内底啊。哎，不过我迄个死真正找无。有了嘛，对不对？啊，伊无听都无。啊，时间偌久啦？本来无时间的啦。无时间啦。你原来有老人痴呆的人哦，你再怎么找，你都找不出来。啊，吹掉啊，吹掉啊！哎，无讲哦，就我的死哦。我的 C 在咧顶头，第三排。哎，对，无同款啊。哦，我第二名。哎，你哎，我找到啦。我第二名，我第二名，我第二名，你第三名。让我跟你讲话，让我叫你坐坐，你赶紧改啦。我讲 N 呐，你第四名，你第四名。但是不再有我没有找到 N 呐，我刚刚捡一项。哎，捡找一项无顺啦，找一下啦，找一下。一定要找出吗？哎，今仔日三个无老人痴呆症，出了一三个，拢是老人痴呆症，就。咱三个都较 OK， 这三个较不 OK 哦。万不能小看咧老人痴呆症的时候，有啥咪代办法当医好？运动上好，运动有帮忙。运动运动是辛苦啊，甲这头有啥咪关系？对对，一起做体操啦。无啊，我讲有一项我有甲恁讲过，无拿刀子啊，迄拢唔免钱的。去拿刀子，拿刀子也是贵呢。唔是拿刀子的手指，就是咧拿刀子，就是咧好。街路有海的海边，防风的防风林。没有没有，爱海边才有。系啊。啊，伊饲了敢若王来嘞，你即马吼，爱较黄的哦，袂使饲了袂使黄啊吼，啊才规粒吼，浸水浸完油滴都死卡掉，你洗好清洁一班一班落去行六点钟，食。我一个朋友他是长期吃的。哎呀，喏。记忆好，啊我困嘞。我有到无？以前有到无？廿六点钟。廿六点钟。啊，伊个老人痴呆，常常袂记，老会小厝。咱把咱遐，你看廿六点钟。无，你遐六点钟来拍麻将，也较好。是，这是咱好康的部人，大家知。阮是家己，啊，我感觉今年我有食过，较好困，因为它会帮助我们的脑细胞的迄款的。哎，真的没有经过科学证明的哦，而且一个人的哦。没有，但是有帮过很多人哦。我是听讲银杏也有帮助。对，银杏有差哎，银杏比较。银杏是帮助。因为它那个是药性啊，我讲的这拿到这是不是药啊，所以是天然的水果，不要听。你别听过，哎，提炼也这样提，都不要讲啊。哎，我你别听过。老人痴呆上好笑的代志无？你捌听过？老人痴呆，普通是拢在出去，也唔知影家己。有人转来，啊，食饱讲还袂食饭，啊，食下拢是这种。啊，伊甲厝边隔壁斗啊，斗讲啊，人无做我食。规工哦，我安尼腰到边边出，啊，即摆媳妇讲，啊，你都拄到五分钟，啊，食过尔，唔是我唔予你食。哎呦，恁都唔知咧，无恁莫听后边讲，阮的媳妇话够济咧，足够讲白话咧啦，真咧，你讲我安尼出安尼出，这有影，这有影。五分钟啊，我出金牛，我下埔啊哦，要过往的进程。定一本银行簿啊，摕去厝边头买看，讲伊一寡钱拢哦，阮大姐甲头领了了，啊，结果无影。无影啦，那后面啊，哈哈哈哈哈，也无钱，真正是。我们比较喜欢你，阿姨先就怀疑，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因为你长的样子。哈哈哈哈哈，你们笑没笑没？贵用的进程，定一本银行簿啊，摕去厝边头买看，讲伊一寡钱拢哦，阮大姐甲头领了了，啊，结果无影。无影啦，那后面啊，簿啊都无钱，啊，当伊离开，啊，伊也无钱，真正。你
阿爷的钱都炸到掉，我大阿爷嘛乖了了啊！这有钱，阿妈你讲啥？你讲一千块去，伊人破都无钱，然后去人打工，伊的钱用了。用乖了了，这都刚才讲嘛，真正有叫怪，讲是叫大阿爷怪，但做伊大阿爷当作大姐安尼啦。这不跟蔡导一定就见到老人痴呆嘛？啊，我今天我也在讲冰冰，我讲蔡导拍电话，伊讲啊冰冰，你唔爱接蔡导的电话，我唔爱接啦。跟拍电话不要着急，不是啊？我就譬如安尼讲，我譬如安尼讲，结果是我老人痴呆，你人伊都根本唔捌开嘴甲我借过钱，是我家己借。啊，我即摆家己有迄个印象。哎，不过你每节拢欠我300万，你拢袂记得。那你有幻想症？那比我更吃辣了。我老母乱的，我老母即卖安尼，因为我哦拢友好，啊过年的时候我拢无出去佚佗，就陪伊啊，啊陪伊哦，我食到一个过年食到敢那团团圆圆顿来咧，你哦，因为陪伊食饭，哎呀嘛，拄食饱哦，真正还袂五分钟，就叫阮迄个外老啊讲，赶快煮饭哦，阮等下要食饭，讲无呢，咱拄啊食饱，无啦。啊，阿妈爱食饭，我都拄拄即马食饱尔呢。用许阿妈爱搁食，啊，嘿啦，伊唔是种爱食的人，都一直想讲伊爱食饭，对，而且对吃会特别的重视。啊，你像比如讲老大人拢爱钱啦吼，安尼过啊更，伊即马尤其即马有当个领消费券哦，所以足重要的对不？已经拢唔知新闻证放喺倒安尼，甲逐工个会记得我要领消费券咯，啊，你都无新闻证啦，都爱搁寄来去请哦。老人家是真的，这对身体嘛有关的，身体若歹的人嘛，足紧都老人痴呆症。安尼哦，阮大姐吼才几岁，差我三岁尔。嗯，伊嘛留啊老人痴呆症，在困哦，摕脑浆啊起来做镜照。好，啊，家己一直照照照讲，啊，我的面哪拢无画面，摕一个脑浆啊起来照。啊，切菜哦，菜刀落去吼，人大家嘛退后对无吼？人伊切一个菜刀落去，人用脚呢。啊！来去啊，新去菜刀，啊！才家己惊着讲，我来用脚去新菜刀，所以吼，迄身体若歹，嘛会老人痴呆。真的要小心，尤其是你拄我讲，若要行物件、煮物件，真的要小心。不如拍麻将嘛，袂歹。对对对，麻将真正好。好啦好啦，啊，头壳啦，既然有问题，咱就无法度啊。啊，若讲身体检查，恁大家捌检查？啊，捌捌。啊，有影，敢有人无身体检查？你办？你拢有身体检查？我拢有身体检查。可是你即世人毋爱身体检查，伊无身体检查，咱雄雄着病。我你即摆还阁无爱去检查？无，我即摆来一项物件唔对呀吼，甲检查迄项尔。安尼哦。嗯。啊，医生的建议是到底是哪里病了医哪里好，还是要整个检查？整个检查比较好。最好是要有追踪啦。啊，不过有一款古早人，像阮二兄，伊就讲无爱检查，伊讲哦，我本来无检查。唔知道我有迄落病，啊，知影迄种我家己惊死，唔免破病死。对啦，这是事实。这是有啊，有啊，有啊。所以我较早我拄着一个患者吼，就是人咧做身体检查，就几下做一起嘛吼。啊，结果一个是着伊胃癌啦。啊，结果伊家迄片吼摕唔到去，你知道？啊，迄个胃癌的人，叫是无，即无啊，无胃癌。无胃癌叫是有。这人煞惊死。啊！这人我死去嘞，真正死去。啊，迄个胃癌的煞无死。啊，胃癌无死，到尾啊，搁来检查讲，哎，你嘛胃癌，啊那安尼啊，搁等于存，结果啊系啊，共看唔到，夭死，嘛倒去。哎呦！伊讲的类似的，即个我捌听过一个，就是，哎，他是香港的艺人哈，然后身体就冤倒就冤倒，然后伊去检查，然后医生嘛是讲伊得肝癌，啊，然后伊讲啊，我搁活偌久，伊讲你差不多过六个月性命，所以呢，他就一直打电话给全世界伊的好朋友、艺人朋友，然后邀请伊来香港佚佗啦哈，然后就请伊食足好个，啊，一直开一直开开开开开，啊，伊就算嘛，我搁剩六个月嘛哈，啊，所以拢开好完，但伊拢开好完，你想啊，我都要死啊，六个月啊，无我即马，我今仔个转来病院吼，予医生。看者啊，先生甲医生讲再见哈，结果伊等于啊，医生嗯，啊你的气色都真好啊，啊无咱阁检查一遍，结果吼，就是讲你讲的摕唔到张去，我以前拢开完啦，你看袂啊？这吼，对啊，差不多吼，差了100万盖就会发生一盖，因为咱人较欠算啊，惊讲吼，啊就知影等哪下就再来去医就好，啊不然无提无治，咱都食会落困会去，啊无提无治，敢讲到啥物癌，本来是讲三个，伊讲唔免。伊讲伊半年，我讲唔免三个月，唔免，我三天就死啊！伊够惊死。唔过但是我你讲吼，毛都身体检查未出来。毛有啊。我有一个朋友吼，伊胃癌，啊胃癌拢有检查拢照胃镜，啊拢无安怎，出院无外久一个月就死啊。哎呦。啊检查着胃癌，啊原来是安怎，因为胃镜拢照咧胃内底咩，伊是先咧胃的外口，胃下呀。
有当时啊，医生会讲五人的性命。嘿，安怎讲？伊个哦，一工哦、喔，看过了百个啦。啊，你即摆来去一级吧，凊彩片也甲你看一下尔。后壁甲你讲讲你无病，像我进前我就是安尼、哦，我去看足大间的病院、喔、哦，伊甲讲你脑拢无安怎？迄、哦、是我家己搁提当来朋友甲我看到。啊，你啊想讲，这若搁经过差不多半年哦、喔，人会瘫痪。啊，恁朋友嘛是医生吗？对，伊嘛是医生。哦，啊，伊甲我看到。啊、你一定是感觉讲啊，我著明明不舒服，我家己甲讲的，我讲我这绝对唔是中风，啊嘛唔是啥物白内障。啊，你哪知影唔是中风？因为咱家己破病哦，诶，迄个情形，自己有敏感，家己会小可知影、哦。我讲你甲照闹看卖啊，即摆照闹完哦，去看，伊讲报告讲无安哦。哦，那对对，偏偏我要照这节目。都一间你甲阮讲啊，我们会播播没关系。啊，不要讲啦，啊，我感觉讲播出，播出。咱都已经哦，咱都已经迄落啊，我本来是去，人家看讲无安怎。哦。啊，到尾啊，阮朋友才佫敲电话甲讲，我绝对有问题，叫传 email， 迄个专业 email 来。嘿，啊，伊看到嘛，伊讲蒋明明都生一粒。啊，尾啊，你又经过转去迄间，甲伊讲，啊，都明明有，你哪讲无？我是无啦，我搁转去看，但是吼，迄脑科医生敢那呢，很拽那个样子啊，我全不爱用。不是，当然嘛，袂用搁再点遐，因为伊甲你讲无病啊，所以他也搞不清楚啊，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他的医术啦。没有，是啊，是的，是的，阮朋友伊是迄落戏啦，啊，伊也是讲第几期啊，伊讲迄个卖讲迄间病院，伊讲讲，哎，那没关系，迄个初开始尔。因为初开始甲第三期这个中间差足远的，演半年尔，第感觉那个细胞呼吸拢足困难，去检查已经袂记啊，袂记你新鲜来救嘛无法度。我唔晓得，伊讲初开始表示有啊，因为虾米无爱医疗要讲。没有，伊讲讲那个没有什么，那个有的人你只要是多运动到户外哈，啊去呼吸什么这样吐那上面，伊讲那个没关系，你如果感觉到严重的话，你三个月再来，你只爱三个月。加半年变三级，变恶性的，二级啊，搁有医哦，三级全部拢袂医的。所以吼，即款来爱有医德啦，爱有医德。我讲一个无医德的少鬼哦，因遐较早人不是拢有咧做落地扫无？哎呦，落地扫就是刮鱼，啊刮鱼，哎呦，就是那种，嘛不是刮鱼啦，就是咧卖药啊。啊对对对。不管是唱流行歌，还是唱刮鱼，还是搬新疆啊搬搬来卖药啊。啊卖药啊对，啊即款针头大概都甲买只啊，你听。啊！即摆一工在欧巴桑就想，啊，即针哦，头食要完啦，伊就搁去因迄针，啊，撞到一个欧巴桑介讲笑个，你足夭寿个，你等于第一药王食哦，食一个人都要死去啊，安尼，啊无影，啊，迄个人，迄个查某听一个，怎惊一个，讲，好安尼啊，安尼，啊，伊就走，就走，就走，怎走走去，有人撞到陈美云因老母，你听好无？伊讲会夭寿，我药啊，哪会讲会食死啦？赶快医生门工。有没有性经验？没有。好，去脱裤子。你先脱嘛。食一个人都要死去啦，安尼，啊无影，啊迄个人，迄个查某听一个，怎惊一个，讲好安尼啊，安尼啊，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怎走走去有人撞到陈美云因老母，你听好无？伊讲会夭寿，我药啊都用含煮做的吼，哪会讲会食死啦？啊，伊遐含煮哦，搁甲掺肉桂啦，啊，搁以前有一种串有无？干那掺啊咧尔，啊，甲烧烧的，啊烧烧啊做一碗一碗，讲食骨头酸，伊讲哎呦夭寿，用含煮做，哪会食死啦？结果庙内老母甲讲，人咧甲你害啦，做贼心。啊，搁有一款是吼，假个。就比方说，人即摆医生来检查出，啊，你这初期的，啊，你爱好好保养，啊，配合倒来病院啊，吼，啊，做化疗，什么什么，啊，就假个，吼，开钱啊，去买什么啊，灵芝啦，哈，啊，去买什么好，什么有机的啦，什么碗，啊，倒来家己做假个，一直吃，啊，开足侪钱的，好，那好不容易讲，啊，我开遮多啊，吼，比化疗较贵，无法搁倒来病院检查一遍啊，结果倒去愈发严重，医生讲。啊！你食这物件拄啊好吼，营养着，帮助了那些坏细胞。对呀，免假个。因为吼，在阮的节目吼做过一摆，啊，连明月你伫遮讲你，因为有啥物病，安怎食啥物草药啊，从好哦。你敢不知？有偌济人写批给我，叫我落来甲你问这贴草药啊吼。但是我拢甲回讲，
请你还是看医生，嗯，请你看医生。我讲你们还是看医生吧。对啦，医生嘛爱看，看医生，看得怎啊感慨。不，哎，啊就高医师哦，我有听讲你较早有检查过一个女的病患。哦，我也是，也疝气啦，就是那个对掉。哎，查某人那疝气，对啊，哎呀，查某人那对掉。无，红秀叫因查某囝就对掉。对啊，那个查某有男怕吗？不是遭遇男怕，是遭遇父母呢。啊，那是父母腔子，也是肠子，对对，也是肠子跑到外面来，是因为他的父母腔那个地方，那个肌肉较无力，还是讲切坏一片肌肉，伊怎底下落出来？啊，怎么办？啊，落出来了，伊就伫正边嘛，爱得甲医生讲，哎呀，卖啦，甲我剃一边得哦。哦，爱剃毛啦，爱剃毛嘛。啊，人是来规拢剃，伊就讲啊，无彩啊，我剃一半得。哎呀，一个发都骨长啊你耶！哎，都无，伊都无来剃一半。啊，人诶，即马吼，发都骨长啊，愈发来愈旺诶。诶，你敢知偌好笑？我昨天真正也剃一半，伊讲歹势啊，讲啊，剃一半。哎呦，我毋知啦，希特勒。结果你敢知偌好笑？开刀了，经过三个月，迄个毛还阁还袂生出来。哇，还阁变阴阳面。知啊，神啊，知啊，你唔敢，你唔敢装逼无？无，阿妹啊，我咪讲阿妹啊，伊讲安尼足歹看，大概拢一面拢单面而已嘛，对吧？黑包白龙棍，阿妹啊，规面拢，阿妹啊，规拢剃掉，哎，结果剃掉过无一个月，你就阁生出来啊，全部拢生。就规片拢。所以袂使剃一半，还都。唔知，唔是安尼，我嘛唔知，迄种第一下。你若唔相信，你转去甲剃一半。我来，我要借这个节目讲一寡哦，迄个即个精神官能症知影就是安怎。因为安怎精神官能症像我较早抑郁症咧吼，看足侪医生，头壳痛看头壳，有无？啊，心脏痛，哎，心脏痛看心脏。结果拢到这拢无病。我看因俩，你安怎检查？我敢若有三科无看尔，逐项都看过。所以讲，观众朋友，那些精神官能症、抑郁症、躁郁症，还是因个恐慌症去讲哦，你安怎看都无，一定要挂精神科。因足济人诶吼，拢有敲电话甲我问，我即卖是病火五重天，特别去甲恁讲吼，绝对爱挂精神科。你毋通讲啊，我心悸、心脏啦，缺氧啦，头壳痛。我要借问你哦，阮啥物科拢看过，即世人就是毋捌看过精神科。我要借问你哦，精神科医生，你若一般若感冒啥物，讲哦，就安尼来，哦，甲咱安尼听听诶，对无？啊，倒位看安怎摸摸翕 X 光，可能精神科我们很想知道，因为你看过，安怎看？用对话诶嘛？无，伊一边吼拢对话诶。但是啊，精神科有。伊甲你问镜头。不是，他有一种医德很好的医生，就是叫你全身检查一遍，腾更更，不是全身去检查了，全身检查，全身检查，真正都没有问题，真正没有问题啊，开始开杠，这样还是你有什么形容讲？那精神科医生在做伟大，伊做个倾听人的事，伊有当啊讲啊，啊你就会讲你的心事，听解剖啊，解剖啊，医生啊对伊剖啊，就一直按住，你看，伊同理心呐，同理心，啊伊一工爱看几，未使甲你吓，你来讲说啊，你莫遐戆，未使，未，伊未像讲有诶吼。有诶，即种家庭拢会共讲啦，讲啊无病呻吟啦，吼要食毋妥，但咧绝对袂使安尼。伊诶医生讲，哦安尼吼，真好了，是安怎？他会慢慢的有一种团聊。好，啊即马听了后，爱开药后你食咧。你开药就该，伊医生，咱其实拢伊都安慰剂，拢维他命。哎，不是啊，不是啊，第肌肉放松剂。安尼变，安尼愈变对。别，他会让你精神放松，放松，你才袂紧张压力。他有一种。忧郁症的那个名称，我有很多术语我不懂，但是现在最好的就是在安哦，在安哦，一种好，我随时有准备。像今天迟到，我很不好意思，在骑行车一直吃，奶奶一直吃的，你在讲巧克力，一直吃，三个，因为迟到拍鞋嘛。你这边来长期啊，一直这一点爱长期吃，不吃哈，我也不吃哈，就这点吧，安尼，有，哎，就是安尼，你安那不吃，都又不舒服了。这样医师安心的对他有依靠，这样也不好。有一个因啊，还好啦，因为不过，但是我跟你讲，很多精神科的药物哈，吃久了反而会自杀。吃久了就变作一种安眠药嘛，会自杀的。安眠药要小心哦，阿妈别再随便停药。对，这是我就是最重要的。吃酒又要自杀，又不就要靠医生给你判别，他会跟你换呐，还是会跟你改变？对，他会改变，对。你不管我不管是哈，不管是那个。
每个拢对啊。哎呦，啊你好好人啊，食啥物好好人？啊你敢袂用讲较食歹开讲啥？啊开讲嘛无啊，笑笑转去，唔是这这种哦。无你卖转去，啊，就去带咧好朋友因家啊。哎，无啊，厝里嘛足侪人个啊，以前啊，敢那少了一个血清素是无？对啦，脑袋好像少了一个血清素。啊，所以，是咪会安尼个人，是咪因家有即款个基因？一般拢，还是因为环境关系？一般拢有小可有遗传，呀，一般都稍微有遗传。诶，像有些老人家，很多都那个被害妄想症。啊，对。哦，比如讲，像阮老母啊嘛会哦。下面人住的我不爱吃，会安尼。那像这种是不是也有这种官能症的问题？对对对，精神官能症。那就这么爱抓来去看医生啊。最好是治疗一下比较好。啊，这样。啊，不会，愈来愈严重了。对啊。会一寡，这另外其他的症状也容易出来。会治了，但很多老人家都是看看归看，药啊我都不爱吃，他不吃药。哦，对，所以你要检查他有没有吃药。一定爱吃啊。他一定啊，他就不肯吃嘛。他死都不肯吃啊！阴影啊，他怕耳骨痒啊！哎呀，用果汁啊！啊，但伊就是会怀疑你要甲害啊，搁哪要食？啊，你胖好伊就袂啊！啊，我胖伊嘛会不爱。有影啊！阴茎才有效，啊，就穿起多好。真的啊！妈妈重男轻女啊，不会吧？会，那个年代的就是会。所以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精神官能症不敢讲，但是我听讲也听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网络笑话，伊讲精神病院哦、啊，常常换医生嘛，要换医生、嗯、啊，医生新的医生来，现在心经啊，不是精神有病有症状的病患了，哥哥，你叫林医生哦，你跟我们我觉得比较好，因为以前那些医生我们都不喜欢，我们比较喜欢你，啊，医生就怀疑了，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因为你长的样子。看起来跟我们比较麻吉，你们笑眯笑眯，长的样子跟我们看起来比较麻吉，还没笑啊？我说我有没嘴一翘鼻，我要等下该麻吉麻吉啊！然后你们身体检查的过程有没有碰过什么？不欢喜还是出面代志？我有一个感觉，就比方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到妇产科检查嘛哈，那咱台湾哈，刚才讲起咱我觉得台湾的妇产科哈，我们都没有教育。别比讲啊，咱你好好，嘛无人敢教讲啊，你要去做妇产科检查，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的，拢无人教。然后咱的社会风气，佫是，哎呦，你是处女，尤其是你是处女，你要去检查这有无？啊，你一定会足歹势。先讲说我第一次去妇产科检查，我头一摆去，然后那个护士就拿一个杯子给我，就像咱拄只安尼，拿一杯杯，无，伊甲你讲去尿尿。啊，我杯仔摕，我就去尿尿啊。啊，我尿尿，我就当我想讲奇怪，唔是。我来放尿，我为什么要提这杯啊？这样放尿，你不知道要去新尿的，我还无讲嘛。所以，我用尿放尿完放尿的，没错，你也该了，那个保险套挂了进来。我只把你恭敬一下，保险套不是，所以你没有一定要宣导。还有就是，你去妇产科要检查，我十几万，我哪知影讲爱穿裙。嗯，知啊，我就穿这个长裤去。穿安尼更加歹，因为你爱穿裙哦，安尼掀起来吼，比如你掀起来，啊掀起来，啊看完紧扛了。然后他说，啊你穿长裤，规领爱通通。伊讲，哎，到帘子后面去脱裤子，然后我就立即脱裤子，啊裤子脱掉，我都唔敢出来。我穿一件，啊到后面出去看医生，我头嘛爱疼。那然后我就徛伫内面啊，我把长裤脱掉，就在里面。然后护士说：“啊，你脱好了没有？”我脱好了。你说那就出来啊！啊，我就行出来。嗯，啊，你是要叫医生帮你脱内裤啊？内裤还爱脱？对，啊，这句嘛真实的哦。我叫医生给咱动。哈，伊讲啊，咱就足歹势，面拢红起来。然后我内裤也要脱，我如果行入去帘子内面，内裤脱下了，我死都唔见。我较唔敢出去，因为下骹拢光的。啊，所以内裤内裤内裤内这样长长安尼哦，出来就是。不是。明明你那是穿裙，你脱掉了还无所谓嘛，因为你也看不到嘛。然后出来，医生咪卡会叫你看安尼。系啊系啊，八爪鱼。对，然后我就拼了老命吼，我要把这两个膝盖夹到底，安那夹都夹不起来，安那夹都夹不起来。然后我就脚就拿下来，然后医生已经来了啊，然后伊就准备好啊，安尼啊，就夹一支个梯啊，有无？夹嘴巴。我一看到伊夹迄支吼，我就把脚这样夹起来，然后医生就讲。啊！你别安尼，我无法度替你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爱先教育，要对，要
但是没有、啊、医生他会问你，你有没有性的经验？如果你是例行的处理，啊那无一杯足粗鲁，伊会甲你问，因为我嘛伊怎查某囡仔，所以我嘛两招足烂。那坐游览车我就气功发炎了，我就爱去坐五三街啊，所以他会问呐、啊。哎，我讲这款就是咱家，我感觉吼，那阮这翘翘啊，哎，目睭了就知，你安尼有较受戆啦、嗯，医生嘛唔对，护士嘛唔对，你嘛较戆啦，嘛有比你更加戆的，赶快医生问讲有没有性经验。没有，好，去脱裤子。嗯嗯，你先脱嘛。又是人要笑说，哈，要脱裤子。是你若讲到骨伤科，咱爱表扬一下吼，恁医患边有一个姓曾的吼，这个医生真有名。老医生是吗？老医生，伊伫个医患吼真有名，因为啥物？到尾伊迄名就是伊有德行，伊就是这个保健金。咱以前若要去予医生看，若要爱手术，一定爱当着保健金。即摆有健保，啊，古早吼会大病院。三十年前无。古早的大病院就是因为敢若某某人足济人，因为无保健金，啊，囥个安尼囥到死，无法度。对，因为讲惊讲你即马甲你医医的，到时你无保证金，摕无钱啊！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医患边啊，这个真有医德。我早都唔免保证金。因妈妈就是因为就是有这种病去妇产科，啊，就是因为医生讲阿姨爱保证金，阿姨真善，为着迄个保证金，等下伊摕来，因老母都病会病死啊！所以伊即马立志讲，伊要做妇产科。他讲这医生就有医德。我想咱人是安尼吼，为什么开春就咧讲这呢？咱吼过年大家拢咧讲好话，啊，大家拢爱赚大钱啦，爱健康，爱平安呐！你趁钱也无认真去谈，免哪有，干那坐咧遮咧等大钱。啊，你身体变哪健康？你若无保养，个乌白母变哪会健康？所以我要请教高医师吼，讲讲几下撇步，就讲咱人哦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哈。然后预防重于治疗，我们要如何预防身体有病痛？爱注意什么代志咧？找到好的医师，但是不要找看很多病人的医师啊。为什么？因为伊做无容易，无可能注意你一个。对，会变个身体家己会啦吼。唔则较袂，我拄仔伫咧讲吼，钱赚济济人咧破病，安嘛真艰苦咧。祝福大家吼身体健康。若有这个医，咱身体是医，啊，出到后壁几啊零滴，哎，才有滴啦。谢谢大家，好，也谢谢高医师。谢谢。哦，老公，老公，老公。